齐家姐姐，真好看。怎么这么着急走啊？多待两天，别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啊！你没见到二叔啊？陈无兄，你真是个疯子啊！问你个问题，赵鑫给你许了什么好处，能让你连亲爹都忘了？难不成是儿媳？姐，其实要是我们陈家没败落的话，那今天你要联姻的，会不会刚好是我？姐，赵鑫可是咱们两家的仇人，别忘了。齐总，有件事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发生这么多事，你都不让八两知道呢？时机未到吧？你说这陈红雄，刚才不会真的去送外卖了吧？很有可能。那真是个神经病。他没表面上那么简单，和这样的人打交道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他也知道现在和赵家正面硬扛不现实，所以开始从内部瓦解，各种逼迫我和徐振宏叛变。看来如今他已经找到了答案。真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。今天是八两的生日，可惜不能见面了。